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缘分对着，春风轻轻飞，迢迢千里呀的相会。红酒杯敬明月，酒红酒杯敬明月，情牵点金丝，情牵点金丝。作为南山人士，多出声音啊，苏哥哥哥唱起来起。这个时阵，敖正嘛向秀吉来献计，我们搁一摆华人背诵，林家才会当解运。在滴敖正嘛塞弄之下，秀吉嘛认真讲，玉娇唱起来囡仔是个客兄生了，所以就决定要抓迄个囡仔来背诵。笑话，阿母恐惊还无法度。我看到你最后一面，老夫人，老夫人嘛，你那冤魂公公是来创啥啦？少爷，玉娇嘞，玉娇，少爷伊无伫房间内啊，这呢，伊是去倒？老夫人，有一件代志我唔敢隐瞒你。不过，我惊是我家己乌白想，啊，事后去做生理，啊，到少夫人的困扰，到误会，安尼就无好啊啦。到底是安怎？你唔着紧讲。是安尼啦，少夫人哦，以后头厝最近有派人来甲看，我着听遐下骹手人咧讲，讲什么少夫人当当是细囡仔，唔是尸体，啊，佮讲什么，即摆囡仔抱去外口咧饲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哪会无可能？遐下骹手人佫讲哦，讲少夫人较早领导的时阵，佮一个家庭感情有够好诶，原本是要嫁予伊啦，啊，毋过身份差太济，陈家的老爷佮夫人反对，所以陈家的老爷就佮向来嫁去拜林家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玉娇巴肚内的囡仔根本就毋是阮林家的，而且。伊阁用钱乌洗三遍，甲囡仔送走，阁骗我讲囡仔是尸体。这话毋是我讲的，嘛毋是我用的哦。只是我感觉足奇怪，啊，少夫人最近吼伫外口收养一个囡仔，无带转来，啊，就藏在外口饲了。夫人，敢讲迄个囡仔是当当时少奶奶生的迄个？这毋是我用的哦。啊！不过，少夫人即马可以看伊个囡仔。好姐嘛，你敢知影这个囡仔伫倒？即马随从我来去。是。你母，你看，阿贵也是对我笑呢。玉娇。你实在是足好大胆，竟然甲客兄偷生囝，予向华做乌龟。我无啦，我对向华是一心一意的。那呢，这个囡仔是要安怎解释？这囡仔是。卡叔，你偷抱囡仔这件代志，大家知影。老夫人敢有可能放你煞？啊，佫有少爷，伊敢会原谅你？阿好姐嘛，伊是毋是乌白甲阿母讲啥？我无啦，啊，而且这么大的代志，我哪敢暗藏？
为啥老夫人，我就……啊，福晋嘛是我的啦，自一开始就是我叫伊去甲你监视，嘛好佳哉，伊真忠心。呀，我就予你这个神灵骗去啊！阿卡，去把囡仔抱过来。没有。小花若是知影我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伊嘛一定袂阁再介意我。我绝对袂当讲。不过，伊阿母的手段，伊绝对袂放过这个囡仔的。阿母，这个囡仔是因为我唔知影小花当时才会转来，我惊我以后无我靠啊，唔才会使用这个囡仔做乞丐。阿母，你相信我好无？我哪有可能相信你的白贼话？阿卡，咱唔紧动手。是。阿母，小姐，安怎？你无把我看伫个眼内啊？是？是啦，小夫人，你着莫讲伊老夫人啊啦。真拄好，我搁欠一个红鞋啊。甲我陪葬，我看，就予我带这个月子做伙行。阿母，阿母，我求你啦，莫把囡仔带走。可是，你若是搁怀疑我的清白，那呢，把我休掉了，予我带这个囡仔走好无？我是安怎要把你休掉？你这么不甘放手，搁讲这个囡仔不是客兄的。我绝对袂甲你休掉，予你带这个囡仔甲客兄走。你已经是林家的人啊，就算笑话，一世人袂阁转来。我来怀抱阿卡，予你吃好穿好，予你继续做林家的大少奶奶。我爱你一世人，为笑话酒话挂，而且亲目睭看着这个景。甲我陪葬，阿母唔通啦！我求你，放这个囡仔煞好无？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无做对不起林家的代志，你相信我好无？阿福晋嘛，把大少奶奶抓回去关起来，不准伊出门。是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我即马宣布，我伫讲以后，因为小奶奶还阁少年，我袂放心，所以以后林家所有的代志，拢暂时交予卡姨啊负责，一直等甲少爷回来为止。阿卡，我就交予你，以后林家。你就要好好看顾。是，夫人。假使讲，若是有任何人违背林家的规矩，你拢会当当面加罚，就算是小奶奶嘛同款。出发。俗语讲，问神哪问鬼，食药哪食水。林家讲要过一摆活人陪葬，又过还规个庄仔头安尼记家眷啊！秀吉敢真正亲手端上林家子孙的命呢？听讲吼，林家要搁做成人活动咧，够恐怖诶！够恐怖！头拄仔你讲啥物林家？啊，都咱顶上迄个上有钱有势，搁上界无天良诶，迄个林家。对啊。林先生，歹势歹势歹势，啊，拄只无认出你，歹势我也无代志，我先来打电话。成人活动，敢讲阿母要对玉娇出手？不应该，我一定要该阻止。不应该告阿母做出这种的代志。把门拍开啊！少爷，
无聊到来，就再放小兰来做。我命令你哦，赶紧把门拍开啦！紧。小花，小娇，你无代志就好。有代志。阿母是不是家己触到你的身躯顶啊？伊竟然已经气消到这个程度啊！伊佫想要甲你活活代死。小花，阿母要代人，唔是我，是迄个囡仔。伊要带迄个囡仔去做啥？咱囡仔去救伊啦！囡仔，囡仔啦！囡仔。听讲吼，做外人要陪葬啊嘞。是伫收养回来的红孩啊。要大伊是桥顶迄个老妇人啊，活活都要一帮等死啊嘞。阿卡，唔免哭，我伫帮伊啊，一切就交予你。哎，要叫伊甲看好。是，好哩。桂花，老夫人即马就要陪伊金孙一帮，你的仇总算报啊！人讲凡事都要留后步，阿好即马为着报仇，连囡仔嘛个害惨了。这件比较跟主人公无法度挽回安尼。阿卡，药丸哪好？夫人，大夫讲，这药丸若你吃了，就敢若困去同款，你袂有伤侪痛苦。你有心吗？伊哪好？我即马就带这个给进入宫。即卖仪式吼，都已经结束啊，大家回去啦，哈。看到这个眼睛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心也甘愿。走，真好，真好。等一下，黄秀姬，谁？是谁在叫我？桂花，你是桂花？啊！你莫过来！你莫过来！黄秀姬，你嘛会惊死？你总算是一个报应！你莫抬我！你莫抬我！我求你，你莫抬我！你嘛一定有报应是无？啊，不过新办啊，你看好详细。我是人，我无死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我唔是明明看到你，你是鬼魂，要来给我偷命。你规手拢是血，你做真侪孽，
当然，每暗拢会冤魂来找你讨命。你阿爸一世人，你俩尊公，所有人拢爱听你的。你嘛俩尊公，生灵外族，会让人家兴旺。阿唔过，你敢知？拄则你抱住个囡仔是啥个囡仔？就是你家己的亲孙，准备生的。你好袂讲，村妹的囡仔明明就死伫个腹肚内啊，伊无甲囡仔死落来啊。囡仔是阿福正接生，话是伊讲，因为阿福正就是我的亲大姐春花啊，因为着要得我报仇，特别伫你的面头前搬这出去。你果然是心肝雄，才会中计，娶家己的金孙来吃大大仙。你骗人！我唔相信你，你是因为要让我良心不安，才会讲白色来跟我骗。既然你唔是鬼，那呢，我嘛无什么好惊。我看，鬼竟然做回来死。我早就不是较早迄个。会当让你凊彩糟蹋桂花啊！凭你这款身体，是要怎敢拼？阿哥，你放心，我嘛袂杀，因为我你去感受，迄种失去金樽的迄种痛苦，偷偷的后悔，偷偷的枵死，变作一块烂骨头。可怜的是，恁林家嘛无人来替你叫骨啊！不可能！你是把我骗，你是来骗我的。伊不是我的金孙，伊不是啊！人讲大好大败，无好无歹才清哉。手机为了林家无影一世人，想要到最后却是将林家害个这凄惨。将阮阿母家己仔放出来啊！阿妹娘子啊，少爷，这是夫人的医馆，咱不会要管部的啊。阿姑，夫人讲少爷那对你不忠，才慢慢要家放出来。哎，你还够神经的讲这，赶紧将门的门哦拍开啊！阿母啊，少爷，阿母，阿母啊，小华，小华，阿母，我马上叫你出来啊！你别伤害家己囡仔，伊是出门甲小华的后生啦！你莫甲我骗，你为着要救客兄的囡仔，竟然讲出这种白痴话，想要来甲我骗，我唔相信你。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啦，阿母，迄个时阵是我甲囡仔偷跑走的，啊，不过我唔敢讲。即马我讲的大句拢是实话啊，我唔相信。这是我送给春梅的传家宝，敢讲？敢讲？伊真正是我的金孙，我竟然亲手把阮林家的幸福害死啊！阿爸，阿爸，紧开门！这个囡仔真正是春梅的，紧叫人去把这个城门拍开！你囡仔已经去予蛇大仙咬去啊！夫人，你快忍耐下，我即马随去找人来把门拍开，紧去啦！不行嘞，那是等伊找人来把这个石门拍开，我的金孙，我的金孙一定会无命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先把这个囡仔救回来。
拜托你，拜托你带念老爷过去对你的温情，你让阮林家留着这个香火好无？你要我安怎，我拢答应你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桂花。阮阿弟跪落去求你的时阵，你敢有放我煞？阮阿弟也准我死啊！你阿弟刚到几啊十岁，我跪咧求你救我囡仔的时阵，你敢有放我煞？妈，你爱我放你的金针煞？不可能啊！拢是我唔对，我知影是我唔对。我唔对。就去讲山顶无好桥，山下无好运。桂花把桥手机拍个漏梯，失去弟弟了，一心干那要报仇尔。不过伊呐，敢会惨死？抓大仙是要安怎化解桂花甲手机之间的恩怨呢？明仔在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起头别万岁。高雄大南部洪林宫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了，新竹兵团主帅知府、文府和主府三位王爷，所以叫做三王爷庙，也是当地信仰中心。听说其中有两王爷来历真特别，因为我们洪林宫里面有两尊那个文王爷，啊，一尊就是顶殿的，顶殿的一尊是为八公，他有一间回寿庙，过去那里面有一个主持，他在那的时候黑白做，那些村民发现之后就将回寿庙毁掉，跟从这尊八公文王爷听怪洪林宫，就是三位王爷由坐镇，由着白虎元帅来做我们的开路先锋。除了文虎王爷以外，主虎和知虎王爷分别是为中国和高雄中南请过来，当地信众都相信洪林宫的三王爷和白虎元帅都真实，让我当保庇大南部平安。年龄的风声，伊是我的阿那达，陪伴阮寂寞的心情。夜空我呼声叫，亲人心肝讲伊。